Oh my god！ 李杰，安怎？啊，家己伫咧内底啊？嘉信。 看起来无介偌好呢，也无怪啦。像拄着这款代志，拢会心情乱糟糟的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我即马真正是心情乱糟糟，我想来想去，都敢想到你，我嘛相信你的头脑一向拢真冷静的，而且人咧讲旁观者清啊，我来找你，就是想要听看卖啊。 你会晓给我什么款的建议？嘉怡，目前你的处境，我还能了解啊，真正是真难救。志忠伊的处境嘛是真为难，啊，不过坦白讲，我认为恁即马真有可能会变作是一对苦命鸳鸯，未来真无乐观哦。我嘛是安尼认为啊，所以我伫真后悔。 是安怎？遐尼袂软的气，是安怎？我袂甲我配应嘴应气。我会记得有一届，我看到你直接支持黄总裁，迄个时阵我就提醒你，安尼做是毋对的。啊，毋过了后你根本就无改过嘛，即马错误已经造成啊，后悔敢有路用？目前志忠甲黄家人对你是甚么款的态度？ 阿妈对我是真袂当谅解，阿妈甚至爱我爸离开黄家。若是志忠，伊心肝内到底有啥物想法佮拍算，我还佫无啥清楚。阿唔过，自从到即马，伊是连一通电话都无。看起来，目前你这情形比我所想的佫较害啊。进前。 志忠伊妈妈、甲伊阿妈拢遮尔啊疼你，遮尔啊疼惜你。啊，毋过即马，因竟然拢对你袂当谅解，甚至啊你搬走。嘉怡，我敢会当考劝你一句话啦，明早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款的心理准备？就是甲志忠要分开的心理准备啊。 这点我嘛是无想过啊，啊，不过目前我的心肝内还佫抱着一点仔希望，我希望阿伯会当清醒过来，只要伊无代志，我甲志忠这条感情路才会继续行落去。啊，不过万一黄总裁伊若真是救袂转来，安尼我甲志忠就真正无希望。 根据我的了解啦，马医师也就是黄家的家庭医生，伊真清楚黄家还佫有一个70几岁老阿嬷是袂堪的打击的，所以除非是有必要，要若无伊袂遐尔简单，就对家属发出病危通知。所以我伫推断，黄总裁伊即马只是咧拖命尔。杜家。 你也无讲到志忠有甚么款的反应啊？坦白讲啊，代志发生到即马，我甲伊也阁无机会单独讲这件代志。你有志忠伊敢袂原谅你？阿母伊在怨叹我的时阵，志忠加减也阁有咧维护我。啊，不过你敢有想过，志忠伊是一个孝子呢？ 若是因爸爸真是死啊，伊对你的态度都有可能无同款哦。就算讲伊也是因为爱你，想要继续维护你，啊，不过若是因妈妈、跟因阿妈坚持反对，不准伊跟你做伙嘞。
你敢认为伊有法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？好啊，蓝美姬，你莫阁讲啊！我已经无法度承受，我妈咪已经唔敢受后果啊！嘉怡，你一定有听过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这句话，对不？你敢有打算要安尼做？安尼做，莫叫我听无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应该先离开台北，即块属于即块，先别等于下岗。当然啦，你应该考虑是毋是要安心等待生产，嘛应该考虑是毋是把囡仔给掉。你爱我主动离开即条，无唔对。目前你无安尼做，你人还阁留伫个台北。那呢，我请问你，万一即张因爸爸若真是过身啊，你是不是爱出面去关心的？你是不是爱去灵堂念香？你是不是爱直接去面对黄家所有的人嘞？到时阵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因？因会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对待你嘞？那是你先主动离开台北，你两个撇开拄才我问你的所有的问题啊！你主动离开志中这招，嘛拄好会当考验志中啊！伊若真正是爱你爱到无你袂用的，伊自然早顿会当找你啊！到时阵，因为恁拢是成年人，拢有自主权，恁会用心脏合作的方式，伫下当公证结婚，然后倒来台北，想反对拢无效啊！你讲对无？分析到敢若真有道理，若是有道理，你是毋是应该照我话去做？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啊，不过拄则你是安怎要教我考虑把囡仔摕掉？我这个建议当然是伫个你确定，至少伊袂去会讲找你，伊决定要放弃你啊，你才考虑把囡仔摕掉。然后你有动作。你甲志忠只一张存亡，即马亡已经醒啊！你甲囡仔处理掉啊，重个重新过家己的生活，安尼毋是真好？嘉怡，你甲我拢是现代女性，活伫个今日的新时代女性，相公是一定爱靠查甫人，一定爱靠爱情，才会当过日子的咧。你看我啦。我身躯边无查甫人，嘛无爱情，啊！不过我逐天也是过了轻轻松松、自由自在啊。所以，嘉怡，听我的口讲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好不好？那你就要赶紧啊！上好是伫个今日就离开台北，和所有的人暂时拢找无你。麦琪，多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建议，我今日来找你，真正无找唔到人。免客气啊，我决定马上回去看行李，今日就回去下岗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安怎？啊，家己伫个内底啊。嘉信，嘉义，志条，嘉怡，我去找伊秀云姐迄边找你，结果找无你，我搁伫烦恼讲，你人是走对，想袂到底，才我拄着你啊！